再一次，我看啊，我是不像女王你，都叫不出来，再次背起，我是女王，对，我是女王，不是你啦，你是你，阿吉拉模仿章鱼，章鱼吗？章鱼啦，我已经不好意思再请他再拿一张，你知道吗？好意思啊、哦？好，没关系啊。今天拿1350。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周小记者大明星。这个礼拜的大明星，只能说华语歌坛谁能跟他比？他曾经呢一度负债到3000万哦，但是靠一首歌还清所有的债务。那他出道到现在呢，曾经啊成功产肉22公斤，而且呢多次为了这个身材啊不顾一切，就是因为他出道的时候被一句说你太胖了，所以呢决定产肉让自己变成一个漂亮的辣妹哦。那这个辣妹呢现在还变成女王，发行了第29张专辑，现在还变成了小林香。到底是谁呢？我们来欢迎张秀清。终极配备就是混高滚嘞，香水加什么高跟鞋？快快快，饮酒莫客气，来来来，菜馆的我上海，酒若去蹦，就烧到乱撞。买起我的镜头，瞧瞧瞧，哎哎哎，这位同学，这样，把他旁边立正正好。哎呦呦呦嘿，辣妹驾到，呦呦呦，今晚有黑灯包车车车，就你这款卡手，不如赶快回家睡觉。欢迎欢迎！秀清姐这一次带来新的专辑，这我是女王好像哎来势汹汹，我想要啊！真的，你想要？我想要，因为他的要问我老公，不能播啦，秀清姐。我又没说什么，不然我们到后面聊。后面不好聊。我相信一定很多的观众朋友呢，这一次对于秀清姐一定又会激起很多的这个荷尔蒙哦。怎么说嘞？因为秀清姐，最近有人称你这个叫做小林香，是这个专辑封面。讲小林香之前要先看照片，来，我先送给你。对，有哦，谢谢。为了要看小林香，我就让你看后面，对不对？哇，来来看一下，接过来，接过来，这个跨界，跨界，这个事业线的部分，哈哈，倒奶，倒奶。哎，这可以播吗？这个可以播，这个可以播啦。对，但如果这样子就不能播，不能倒葡萄就好。不能，哎，这个很惊人呢。哎，多惊人。这个尺度有一点点快要掉出来了呢。是啊，这个老公可以哦。当然不可以啊。哦，老公说不可以。哎，老公，哎，告你实力派，告我需要呢。啊，你安尼也无人要甲你看啊，你是要互相看，还是有？哎，这个很多料。还是有，很多料。那你问旁边有人想看吗？哎，没有。
不会啦，秀清姐到现在还是维持得非常好。哦，真的吗？对啊，我都觉得我天生丽质哎，真的啦，我没有，我跟你讲，我没有在保养，因为我很懒，我是个懒女人。可是你老公算是 UK 的吧？对，是啊。对啊，小我12岁，这个是小秘方吧？对。你讲 UK 也够白痴哦，哎 ，UK 也够白痴啊，嘿，那我呀，我今麦看你很懵懵呢，怎么可能？就看不清楚。我有问他，我说啊，你取粗牙，安那是什么意思？够筋骨哦，食 UK 也够白痴，嘿，啊，迄落过诶，迄落抓诶，过粗诶，过粗诶，抓粗牙够筋骨。然后我有问他，我说，哎，老公，那你最近筋骨如何？没有呢，哦、我感觉有当阿拍你哦、喔，你甩来甩去，他会抱你，他会背你哦、喔。对啊，有时候好甜蜜哦、喔，真的啊，我就是个小女孩啊，我心里住的一个小女孩，但是她心里住的一个老头子，其实是这样的。但这一次你带来的这个专辑是用女王来自称呢？对，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会叫女王？因为辣妹驾到太受欢迎了。嗯。然后呢，就很多粉丝啊，就说：“哎呀，我们辣妹驾到已经唱了快10年了，你可以有一首更厉害的吗？”后来我就问我老公，我说：“哎，老公，我在你心目中是什么？你是我的辣妹，没有那辣妹之外，现在升格是什么？你是我的女王啊，是不是？”哦，难怪。于是呢，我就想到这个 idea， 哎，但是我不能说不能娶你是女王，嘿，哦，你是女王，对啊，这你是女王，搁爱叫人家你叫讲哎。你叫我女王，还是不用？我就直接说，你们都不用叫我，我也不用求你们，我直接说我是女王，我是女王，直接自己认证的、啊。认证，对。然后辣妹也是我自己认证的。但你从辣妹到现在女王这一段历程哦，有没有什么觉得自己也有一些转变吗？有哎、欸，我觉得我就是唔认输，唔认到，我觉得我就是体力。也是不会输给小女孩哦，因为我最近都有在练马，骑马，然后是为了那个，哎，对啊，为了要出我是女王啊，因为女王体力要够好啊，既然升级了，就一定要比辣妹更厉害啊，对不对？因为我知道骑马其实是一种运动，不是，它不是不只是一种运动，它是帮助你的身心灵解开你的人生的另外一个。更高的层级，这么厉害，对，这么深奥。那老公有说你的扭力变好了吗？我马力呀、啊，路遥知马力，你没听过吗？有。秀清姐，其实我们也算访问过了有好几年的时间、嗯，对啊，每一次看到秀清姐都满满的活力。是啊，我好像都这样、喔 hey, 好像用不完的电哦、喔 hey, 但你都不知道等一下我回家的时候就躺在那里苟延残喘。因为秀清姐你的专辑出的这个频率其实也算是、嗯、现在算是蛮高的，因为一两年就要一张，没有一年一张，一年一张嘛，对不对 啊, 啊你在家宣传期几乎哦刚做完又要进录音室这样子，对啊，是这样。这次好像还有跟这个小鲜肉一起合作，他哦，他不算呢。哦，对，他也他是我老公的学长哎。哦，真的吗？对啊。哦，我以为他跟你老公差不多年纪耶。啊，不是，他老婆是我老公的学姐啦。哦。然后呢，他老婆呢是他的学姐啦，所以等于他就是也不是 UK 耶，也不是小鲜肉。但这样跟他有一点点那种恋爱的感觉，两个人在。做这个肯丁初恋的时候，在做什么？在做这个吓死宝宝。好了，这首歌哈，肯丁初恋，怎么会想到要找他？应该怎么讲？因为呢，我觉得他好了，我就直接讲，因为我很照顾他，我就是要叫他来唱，不行吗？指定点名的啦。对啊，没有我的话，怎么会有他？但这首歌真的有让整张专辑有那种为之一亮的甜甜感、嗯、因为我听完这张专辑以后，我觉得秀清姐依旧是保持她这苦情歌后的这个招牌，前两首从嗨到甜到不行，然后开始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情歌。对，而且其实哈，我动静皆宜。对，因为我唱抒情歌曲有我自己的内练跟功力，嗯，但呢快歌也是驾轻就熟，就是其实我唱快歌也很厉害，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就是活蹦乱跳的那种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宝宝，过动宝宝，过动儿啦，我这个人是没办法闲下来的，包括呢像昨天跟老公去看电影。因为那部戏太精彩了，
所以我就睡着了。哪一部啊？没有，我不能讲，不能讲。哎，因为我没办法看那种文艺爱情，我很喜欢像追剧也一样，追剧我都喜欢看那种打斗的啊，或是像我很喜欢看、爱情动作片，哎也。对，也是可以，就是有恋爱的，也有打斗的啦。对对对，我喜欢打斗的剧情。那你有看那个吗？《黑暗荣耀》吗？那个韩剧，宋慧乔。有人推荐我。但最近我在追《狂飙》哦。哎，对对对。好。哎，对，还有看《风的日子》。安，你都忙追剧哦。嘿呀。老公不会在旁边很无聊？没有，他跟我一起追啊。他就是，但是我没办法跟他追，因为他两天就把《狂飙》看完了。那他的速度很快，哎，对，这样是好事。没有，他是用快转，有吗？他只是想要1.5倍速。对对对对，好，1.5倍速，然后赶快把那个剧情了解，所以他两天就看完一部。那他也算急性子，哎，没有，他太忙了，对啊，他没有，他又想要娱乐，然后呢又想要就是双管齐下，但是只有一个方法，就是1.5倍的快转，就很快看了，可能这几天他看了3部了。那你们现在算是结婚第9年，对不对？对，那第9。现在感情还是一样有这种小确那种小确幸吗？那种当然恋爱泡泡，他有做什么事情让你觉得甜甜的？有啊，常常他每天就是会每天必做的一件事。什么？这么拼哦？不是，他也是1.5倍速吗？很难想象，不是啊，每天必做的事情就是要回家以前呢，他会赖我说，老婆，我现在在哪里？你想要吃什么吗？我们买回去给你吃。每天，那这个是好事吗？因为你现在在宣传期呢。对对对，他就是怎么讲？就是他觉得他对我最体贴的，因为就是用美食了，因为我喜欢吃，我爱吃，我有一颗爱吃痣嘛，投其所好。哎，对对对，因为不吃就是不舒服。但是这样子有没有觉得说，哎，其实两个人相处到现在哦，越来越找得到对方那种妹妹嘎嘎啦，然后越知道说对方喜欢什么，反而就越来越有种老夫老妻的感觉。哎，不会耶，因为我是双子座，他水瓶。可以有变化，对，只要我一变，它也跟着变，它就是跟水一样，我波动到哪里，它就跟着我一起起起伏伏，有吗？那个感觉，就永远我们都有新鲜的感觉，而且我们会去寻找新鲜。像他知道我这几天比较累嘛，他昨天就带我去那个就是南纺的那个 Go Class， 就是两个座位的那种。然后他就点了一瓶很贵很贵的红酒，然后点我最喜欢吃的那个意大利番茄口味的面，然后他是比较节省，他吃爆米花，然后我是红酒配意大利面，里面还有牛肉。哎，我记得秀晶姐你去年的时候还有一度产肉22公斤，哎，嘿，对。那现在算是被老公补回来了，还是维持住？没有啦，维持啊，因为就每次。就是有一点点，像昨天，就是吃了喝一点，然后就今天就还是还好，对，因为我有在运动，两个人燃烧脂肪，甜甜蜜蜜的耶，对，我觉得还不错。对呀，我觉得人生啊就是要这样，就是尝试嫁第二次也不错，真的。如果现在你还是空窗期的人，多尝试。我今天有遇到一个女明星，然后今天我跟她一起上节目，然后呢，她就说。他就问我说：“哎，嫁第二次感觉怎么样？”说：“哦 ，feel so good。”他说：“真的吗？可是万一如果遇到渣男什么？”我说：“那你当然你要先了解他，你要先跟他当朋友。因为以前我跟我老公就是这样，先当朋友，然后默默的去了解他的习性是不是跟你合得来。对，然后就是磨合期啦，磨合期已经就过了之后，然后当然啦，磨合期过后呢，他会现出。”原型嘛，就是要先日久见人心。对对对对对 对, 對，就是先那个大概稍微那个住一段时间。今天有跟那个女明星说，哎，我跟你讲，你可以去我们的那个我的媒人宫，就是关圣帝君。哦，我跟她说，你有在听嘛哈？那我离过一次婚，你也能听见。
男生也可以。然后呢，我是去那边求姻缘。那时候我、因为我离婚之后，我第一个婚姻离婚有空窗期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后来有一天，因为我是在高雄念书，我念树德家商、那我常常会去关圣帝君那边拜拜。对，会让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安全感，他好像是我大哥一样，或是像我的亲爸爸一样，我任何心事都会告诉他。那结果呢，有一天我就是去那边作秀，那附近作秀，刚好心血来潮，想说去拜一下，怎么突然有一种感觉，好像他想要帮我什么这样。然后我就拔杯，我说我其实有一种感觉，希望能够赶快找到另一半这样子，但是我没有说我要再婚哦，没有，只是一个伴这样子。我说只要他呢是一个正派的人，然后就是不抽烟，因为我很怕烟味，但可以喝酒没问题。很细呢，你也是聊蛮久的、对，啊，还有什么条件哦？好，然后就这样，然后关圣帝君就说好，他要帮我，就这样。结果有一天他也刚也。就是有一天某一天呢，我们两个一起经过那个地方交往了一段时间，然后说我要去还愿。他说前面是不是有一个神明骑着一匹马？好，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我一年半以前有来这边求过，就是一阵时他也在求姻缘。我起鸡皮疙瘩，真的就这样。然后他说可，我说你怎么求？他说我希望找一个贤内助，因为我老公长得很像蔡昌宪，然后其实他有跟蔡昌宪比过，他高还高他4公分呢，因为常常他跟我出去约会啊，有一次去那种鲍鱼粥，他吃鲍鱼吃宵夜，然后突然那个老板娘看到我，就是我老公带我去吃鲍鱼，然后他就在跟他老公说，蔡昌宪带张秀清来约会哦，还被拍起来，对，以为他是蔡昌宪，结果不是啊，当然不是。然后有一次跟、也是在吃宵夜，然后就有几个女生咚咚咚跑到我们的旁边，然后我就转头我说你们要签名吗？然后他们几个就说不是，我们要叫蔡昌宪帮我们签名。他说我不是蔡昌宪。然后那几个女生说你们明星都嘛这样，都嘛 gay 身，明明就是你们还就是故意说不是，就不用拍照不用签名。然后说我真的不是。然后后来他们逼着他一定要签名。那他签谁？他问我说我老公问我说老婆是要签那个王国赞，他叫王国赞嘛，就是签王国赞还是蔡昌宪？对啊，我说你两个都给他签下去，然后他两个签上去，那个女粉丝还把王国赞那个名字划掉，你不要乱签，你明明就是蔡昌宪。很可爱哎。对。那你有想过蔡昌宪结果是你的菜吗？其实后来发现蛮可爱的，他们两个就是同一型的。后来我发现说昌宪他虽然个头没有很高，但是他是一个很有内涵，如果重新来过的话我应该你有问人家吗？有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对啊， 我以前都喜欢那种很高个儿的男生，然后看到高个子，对对对，像你这样，我现在会喜欢。你让我好好聊天呢。不会啊，你很帅啊。像我们这种就是安全可靠型。对啦，不会乱跑嘛，因为腿短也跑不远。跑不远。所以我们刚好就跑一跑，跑跑，走到同一个那个频率上面。对，因为其实我也不高。然后我要讲重点，就是那个时候呢，他跟神明说他要找一个贤内助，对不对？然后后来有一天他跟我就是讲心事的时候，他说：“老婆，我跟你讲一件秘密，你知道吗？我那时候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后来我会娶你？但是就是那时候啊，因为我人不高嘛，然后我跟神明说我要娶一个贤内助。”但是我忘记跟神明说我要那个 model 跟空姐，忘了讲这两个，没，所以因为你讲的很 detail 哦。他说对，所以后来他就把你许配给我。我说你后悔了你？他说没有。后来我才发现说找那么高的要干嘛？我也是啊，我也不高啊，但是人小志气高啊。高啊，对啊。然后说你的眼睛那么小，他说小眼睛看大世界。你们真的两个人很正面呢。对，我们就是这样，但是互动起来也是非常的好。对对对，但是有时候他的笑点很低。
我只是会被你弄到很好笑这样。对，然后我说，哎，可以的吧？我有这么好笑吗？我是嫁给你来笑的吗？他说没有，老婆，你就是真的很好笑啊。可是你有时候真的很好笑啊。我私底下也是这样。对啊，对啊。对，我就是喜欢搞笑，因为我觉得搞笑让大家哈哈哈哈大笑的时候，我自己也很有成就感。而且你接下来不是要跟林俊逸也是有一个演出？哦，对，有一个脱口秀。对，宝吉祥集团去年就找我们。对，今年也是有这个演出嘛。今年也是。对啊。那对，然后这次还有就是还是老搭档，跟去年差不多，但是唯一今年有找沙雅。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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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沙雅要一起。也是很新鲜的名单。对对对。对啊，而且这次我的衣服啊，特别去定做，会非常的华丽。对，是有到 N 嘎呢。而且有可能会比这个还露，我告诉你，真的。林香嘛，开到肚脐以下这样子。阿妹这一次有一套是开到肚脐以下，有啊，我有看到啊。对啊，我想她应该是学我。这次在这个4月29号、30号就有这个演出嘛？对 对, 對，在国际国际中心会议中心。国际会议中心，对对 对, 對、啊，跟去年一样。还有郭宗佑啊，跟严玲安，还有林俊逸，对 对, 對、啊，我们去年两个搭的脱口秀非常的棒。那、啊、你们谁比较黄？就是各自的，各自有各自的领域，他现在要凑在一起了。对对 对, 对啊，到时候会更黄。那些这个小朋友可以进去吗？我跟你讲，原本呢，去年啊，他们就是总裁嘛，总裁他是修行的人，然后仁波切转世，然后他是很震惊，然后很结果我们两个去年啊，练一段了后，他说没关系，你们明年尺度还可以再宽一点。他上瘾了。那这次我们就不客气了，我们去年还有控制哦，不要弄到人家还俗。哎，不要爱上我。哎，对啊，我已经嫁两次了。哎，不要乱开玩笑。哎，对，不要乱开玩笑。对，我们还是祝福了。但是，对，知道秀馨姐，现在其实还是有一个新的目标。嗯，前一阵子有听说你有讲说啊，你已经停经的这件事情，对啊，哎，较细心啊，哦，太小，小声一点是不是？就可以，对啊，我们大家其实很关心呢，对啊，一直都有在帮你，就是帮你这个加持集气，说哎，希望可不可以赶快中一个这样子。那现在这个进度是怎么样？现在好像最近宣传期都没时间啊，然后要先调经，然后就是前阵子就是去小琉球的送子观音表演，而且我是这一辈子第一次帮送子观音唱他的那个陈秋，对，他的圣诞，然后我就有一种感觉，我觉得说，哎，是不是哎是、啊、已经这是早就安排好的，就是送子观音想要帮我这样子，然后看我求子心切。那一天呢，表演完啊，然后我还特别多留一天，然后他还送子观音呢还送我神器，他的神器就是披风，还蛮时尚的。但是真的大件的，我想说作秀也可以披成，我是女王，天哪！会不会就是因为给你也是知道你是女王，所以也给你这个披风？对啊，对啊。我想这首歌已经不用怎么宣传，现在已经很红了。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哎。对啊，而且很好唱。最近有一个女团已经先练好你这个舞步了哦 ，BLACKPINK 的智秀。哦，你有看到吗？你的歌被拿去合成，你这一次又跟韩国女团在一起。我真的觉得我太荣幸了。对啊，对对对，然后我的歌通常都是涨红的。对对，很厉害，因为你的舞步其实说实在，大家会觉得说哦，他可能是哦挂在台语歌系列或者怎么样的，但是他走得很前面。对啊，很前面，尤其我这一次我是女王，真的又特别请我女儿林丽她的舞蹈老师，他们学校的舞蹈老师也是年轻人，然后她说她就是跳现代流行的舞步，然后她教我跳蔡依林的舞步。平常就有在练？没有啊，就是趁这个时候。我天生的舞蹈啦。哦，舞蹈你知道吗？舞蹈是什么意思啊？不是那酒店不这步路哦，是哦舞蹈，还跳舞的舞。舞底。嘿，舞蹈，不是舞底洞，是舞蹈。哎，请注意，不行，我是台语白痴。我知道，所以我有时候讲舞蹈哦。哎呀，舞蹈啊。对啊，现在流行语啊。跳一起舞蹈这样，就是有跳舞底子的意思。然后他就是编得很不会太困难，
但是 有那个感觉，有那个蔡依林的 feel， 还有一些 pose 定点这样子。对啊，像这个，然后什么好、嗯，然后美来驾到这种，有一些舞步这种这的，然后还有哒哒哒哒哒那种，很厉害。对啊，但你有想过你有一天要走唱跳吗？我其实出道的时候我就想走唱跳，嗯，因为以前我在学校的时候都。就一直都当康乐鼓掌、oh. 然后我自己还会编舞，而且我没有学过舞蹈、嗯、然后我自己还会就是我们以前学校都会、就是办一些活动嘛、嗯、然后就看你们是要什么节目，然后每次我就是那个舞蹈老师帮忙编舞的，对呀、啊，我很统筹，我凤阳花鼓跳得多好，左手锣啊右手鼓，手拿着锅子来唱歌，拿着锅子来唱歌。这首歌真的是国小的回忆。你竟然知道。我就我跟你讲，我幼稚园还很羡慕隔壁班是唱这首歌，因为他们真的会有那个锣跟鼓。对啊。我们唱的那一首是那个。那个宝贝对不起啊，就我们就唱跳而已，就想说啊，他们有道具好华丽啊，在那边咚咚咚咚咚。而且我们那个鼓还自己做的，那个奶粉喝完之后，然后把它包起来，然后挂在脖子，然后拿两根那个就是一般的那个树上面砍下来的树枝。哦，好多回忆哦。对对对。但秀馨姐还是想问说，那你现在还是有这个计划想要再拼一下吗？要啦，就是试着嘛，尽量。但怎么拼啊？我觉得尽力而为。嗯。但我觉得很有机会，因为我最近常常梦到小孩子。哦。嗯。你现在应该。然后我还跟对方说：“你跟小孩可以借我抱一下吗？”嗯。他说：“好。”我整个就在梦里面。对对，我就整个就是觉得哦，原来。是不是我们的送子观音在提醒我赶快宣传期过后赶快去做。当然也是很希望秀馨姐可以成功，因为知道你这过去这个心路历程，嗯，你很多这种很夸张的你都愿意做。对啊，吃生的青蛙啊。对啊。然后其实我听错了，他是说吃青蛙的蛋。生的吃，就听错了，咬青蛙。你活的吃青蛙这样？对啊，就是。你不是还有一个说什么要叫你从床头，然后怎么样走到哪里哦？就是拿，就是去，也是去求花。你要生小孩就要去求灰嘛。红花白花这样。对对对 对。然后呢，你要先去拔波，也是我老公陪我去，在嘉义的一个海边，然后。就是求好之后，然后那个庙公就说啊吼，你得爱安那安那哈，然后你爱坑底下吼，无人会当看到的所在，然后碰不到的地方，嗯、然后因为我们家迄落透天的啊、嗯，然后他就说，那你就从放在哪里来？我每天哦就这样哦，就是求那跟他头壳半夜，就拿着那去抽屉里面。轻轻的，而且不能掉，掉了就要重新再去拔花瓣这样。对，就他给我的花，就是一小朵的花，然后上面还有一些些一点点的树枝，然后就这样每天哦，就从那个地方，然后放在头上，然后要慢慢走。你如果不小心掉了，就这个花就没有效了。这么逼人。对，然后就坐在床边床头那边，然后要等15分钟，等15分钟之后呢，再把那一朵花。不能拿，还要这样走到再到目的地的时候再把它放回去。掉了就是不行了。这不知道的人看到一定会想说啊呵啊，这张秀清应该是笑屁啊，笑屁啊，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啊。对啊，对啊。但好像还有就是比较科学方法的，就是也有去打那个排卵针，也是蛮辛苦的。有哦，每天都自己打，然后也给医生。护士打这样子，嗯、就是每个部位不一样。然后有一段时间我这里都凹陷，这里整个，而且那个打了屁股呢，到现在还没软化，还是硬的，就有点像打玻尿酸，坏掉的玻尿酸。就是它就是会累积在你的，哦，排不掉啊。哎，对对对，它会有一段时间排不掉，然后你整个都是屁股后面是硬块，好像里面。长什么这样子硬块、嗯、很硬的硬块，伟大的妈妈啦，应该这么说。对啊，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啊。但我想皇天不负苦心人啊，对啊、嗯，等到真的有了那一天，你要赶快告诉我们大家，让大家分享这个喜悦。有哎、欸，我老公说，如果真的送子观音这么帮忙，然后我们要回到小琉球，嗯，请唱三天三夜，
对，也没有，就请全村的人加油崩。哦、然后红蛋这样子。哎，现在很缺蛋呢。我可以去排队，为了大家。如果真的是这样，也是很期待啦。但哎，还是要问一下，这次这个专辑啊，我是女王嘛？对。其实我也很期待这个专辑能不能有再进去金曲奖这件事哦，因为盼蛮久了耶。其实就是顺其自然吧，应该会有机会啦。嗯，如果评审老师就是有看到你的努力，对对 对, 对，我相信在这边跟老师喊话。对，我真的很努力，尤其这次我跳舞跳到抽筋，拍 MV 拍到抽筋，真的、很辛苦、然后我就整个脚放在，因为你知道拍跳几次啊？我应该一百次有了，应该有，因为应该跳好几个小时哦。对啊，就一整个晚上都在跳啊。然后我是主角，我跟娜娜大师啊，我这次还请他帮我跨刀。然后我为什么会请他呢？因为呢，他很喜欢我的《辣妹驾到》，每次他自己的演唱会也都会唱《辣妹驾到》，他都会这样。对对对，然后好像要把我比下去哦。对啊，然后这次拍 MV 也是、他才是张秀琴。对对对，他才是女王。这次拍 MV 呢，就是一直要，但是那是导演就是 C 的，因为那个 MV 其实你们两个人会这样子互相 PK， 对对对 ，PK 就对了。谁才是女王？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有一点好笑好玩。ending 的地方，但秀琴姐其实也算身经百战哦。我们今天也是有准备了一些这个地狱真心话，比较不好开口的问题啦，你们选一题啊。我什么不敢开？那你开了什么？老公可能不知道的，或有被抓到的，应该是买了一台脚踏车吧。脚踏车是要多少钱？要30000多块啊！哦，很多哎、欸。对啊。因为我花那个呢是要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对，生日礼物，因为他要去环岛哦，他就是跟朋友约好，他本来约我也喜欢骑脚踏车，但他跟朋友约好，我有听他在电话里面讲，然后我就给他一个 surprise， 对，我们就是都会小小不经意的为对方做些什么，所以那个那种甜蜜跟开心是我们的内心深处，就是觉得很值得的。对啊，这个很 detail 的，应该真的都是要有认真的在去观察对方才有办法做到、就要知道对方喜欢什么，因为他要跟人家环岛，那他在环岛的当下，他觉得说哦，这一台脚踏车呢是我老婆送的，他就会更努力，然后好，对，没错，没错，就这个意思。你看我心机重不重？沿路不能找别的女人，因为一开门，温波买的车哦，你先回去哦。不要提醒他哦，不用提醒他，很甜蜜哈哦，御夫术哦，立刻让老师啊、老公老师老公说 yes 不说 no 的方法，你有这种你的小 paper 吗？有啊，就直接把衣服脱掉，他就好。因为真的啦，真的假的啦，真的真的，他就会觉得哦，但是要挑对时间，要不然他会说。我要先捆起来，但如果要看那个 timing， 你会跟他奶奶说哦，老公，我想要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可能有自己的一些小方法吗？不会，我从来都没有这样过，哦，都没有，都是他自己主动，心甘情愿，就很用心。对，下一题哦，好难哦，这题我觉得是最地狱的一题。对啊，怎么可能？如果成功怀孕的话，我那么喜欢掌声的人，可是啊，那我们改成暂时退出演艺圈。好了，如果。就是应该这个问题，应该就是说，如果小孩跟退出演艺圈，要选哪一个？这个太广，没有，因为你知道，如果怀孕的话，你要怀孕，然后你还要顾小孩。我可以生完再继续在演艺圈、对对对，所以我说暂时，我会一直跟我的粉丝保持互动，然后粉丝团啊，呼吁大家说，我要快要复出了，不能退出，我赶快继续吃，或是我会大着肚子，然后在那边唱歌给他们听。但你觉得有可能先暂时休息几年呢？如果真的怀孕的话，应该就是等小孩比较，就是两三年，对对对，大概可以上幼稚园的时候，比较有时间出来透透气。对，但是还是可以出唱片啊，只是就不用跑通告啊，你也可以在。不行，我们不能没有你啊！啊，这样很难呢，我一样啊，对不对？因为我已经累积了几十年，我出道42、
42年。对啊，对，所以我累积了很多的我的粉丝，所以他们不会遗弃我的。当然不会遗弃啊，像我们媒体超喜欢秀清姐的，因为秀清姐只要一出来就是满满话题。嗯，哦，歌曲也是有话题，然后人生的故事真的讲不完。对啊，我怎么从那个秀清姐小时候为了赚钱去干那个吹嘎隆。转那个专会哦，我讲台语真的很烂哎。那你讲国语啊？唱到满嘴都是血味，这种就是，然后还有就是比方说像秀清姐的体重也都是话题啊。哎，都写不完呢。刚刚不是说很好聊吗？产肉22公斤，这个就已经很厉害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很简单，就是死爱钱。就瘦了，因为 钱放在前面，你要不要瘦？要啊，要，你要瘦下来才 拿得到钱。因为你早期出道抢下这个车站这首歌，好像也是因为要瘦，对不对？对，你不然也拿不到这首歌啊。对啊，还有那时候也是从那个就是那时候我因为其实我出道的时候是唱国语歌曲，对。那后来因为呢有很多歌曲像《红不一刷》啦，然后《爱拼才赢》呀，后来很红嘛，那我们公司就说啊，你南部的你台语已经唱了很好，我说嘿，我真的唱了不错，台语字正腔圆。后来才唱台语，台语歌，就是，对对对。然后那段时间呢，就突然得奖之后，然后到BMG 嘛，就是去，因为 BMG 他们想要找台语歌手，要签台语歌手。然后去的时候呢，我就跟他们说我想要唱国语专辑。许常德老师真的帮我出了一张国语老歌，然后有一首新歌这样子，然后就是有很大的回响，就是很受欢迎，甚至有一个很有名的立法委员，然后呢他有一天在一个地在一个火车站，在那个车站，然后呢遇到我，然后他说你可以等我一下吗？我说委员怎么了？他说你等我一下，我请我的助理去拿一下你那一张国语专辑，好好听哦！你怎么唱的那么好？而且他说，他这辈子那一张专辑是他这辈子唯一买的一张专辑，真的是很爱你耶。对，然后他从来不买CD 的、啊，不买专辑 啊。他说，因为在广播里面听到你唱这些歌太好听了，所以就是整张专辑都非常好听。然后我这一张也卖得很好。对对。但你车站那首歌原本是从那个蔡小五手上拿过来的。对啊。因为他说他嫌太娘。对，陈小云跟小虎哥都不要。对，他们两个都不屑。哎，小云姐觉得那首歌对她来说太简单了，太简单，没有高难度。对。你知道为什么我特别提这首歌？是因为这首歌是我的童年的童年青春，没礼貌，我的青春。你跟我阿公换，他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他喜欢我。然后呢，他看到明星嘛，他从来没有看过明星，台南人，然后他就说：“秀清姐，你的车站吼有够红的，我细汉拢听我爸爸妈妈唱一条嘞，我讲你细汉。”小时候听爸妈在唱，对、啊，所以他就知道这首歌。所以现在算是秀清姐从这个车站到辣妹嫁到现在我是女王，哇，喜怒哦，不断的攀上高峰。但是真的成为女王吗？我们有一些小考验了，要让她走上这个女王的天堂路，就是歌词刻漏字啦，要让你来猜猜看说，这些经典歌呢，你到底熟不熟？要够熟才能成为女王。好，我们来出第一题。暗淡酒店内，悲伤谁人在痛苦吞巴来？有时空明照钱无共中，为要了断求甜苦。今日你照顾输甲我多，分手做路。答对，是不是？Bad boy, bad boy, 你的坏让我不明白。Bad boy, bad boy, 我必须要离开。答对了，你这是动静皆宜哦。我以前还没有唱，我是辣妹嫁到的时候，每次去 KTV 开场歌就 Bad boy， 都就是这一首先暖场。Bad boy， 然后大家一起 Bad boy, bad boy, bad boy， 你们好意思出？所以这题很难呢，很难，很难啊。
拜托。无情的喇叭声音声声，这是放水的吧？依然下心所爱的人，你知道每次我去录节目，然后工作人员不是都会很辛苦写大字报，然后我都会忘记跟他们说，车站其实不用写大字报，因为你已经肌肉记忆。但是我还是会故意看着大字报唱。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哦，哈哈哈，我写的这样子。这个是，你也算是很挑过瘾呢。这首有难度了吧？爱是非对错与意太多，来到眉飞色舞的场合，混合他的眼睛，混合他的眼睛，他的混合他的冲动。他的寂寞寂寞，他的寂寞不计较结果。对，爱你来悄悄，来跳恰恰，欢喜的舞伴，是阮孤单有快乐心情，有你来陪我，这种甜蜜醉心肝。哦，你这个语气好好听哦。哎，你知道这首歌在 KTV 里面唱也很嗨，然后大家就是跳那个台中恰恰，有没有？想想的人影来跳恰恰，七彩的光线来九点加，要这样，而且表情要这样，一定要这样低到那么低哦。就台中恰恰，我发明的。哦，你发明的。就哎，你那哎，你现在不是在南部地区？然后要这样子，对。你做这个哦。对，一定要。要这样子，也是。然后整个 KTV 里面就会很嗨，真的。然后就是你踩我，我踩你，如果跳错你就被踩。下一题。哦，这个人。不如跳舞，有这首歌吗？不如跳舞，聊天到不如跳舞，让自己觉得舒服，是每个人的幸福。是每个人的错误。我的情人。我的心，我的梦，我的灵魂，给一个人。好，这首他应该是会答对了。好，来，对啊。有有有，辣妹驾到！有有有，迈起我的脚头，敲敲敲，我的舞步最摇，阿爸卡旁边立正正好。哇，这首歌也是很嗨哦，好，对，很嗨。好喜欢这首歌哎，但这个女王之路这第一关算是通过了。第二关呢，我们是要来进行你最拿手的，也是很招牌的，你的模仿技巧。好，给大家模仿章鱼，章鱼吗？章鱼，他认真想要这样蒙混我们呢。你确定哦？哦，是人类的章，人类的章鱼。好，来喽。你一道人有几分情有错，你的人有残留着恶劣，你的唇灭你左右，疲惫破相，好像哦，好像哦。你那个不想模仿太像，要不然以后大家指定说，每次每场秀说，你什么都不要，也不要唱车站，也不要辣妹叫，也不要我是女王，你就模仿阿盖拉就好。我们再试两题就好，好不好？我们再试两题，看能不能真的是很厉害。哒啦，哦耶！哎呀哎呀哎呀，这个太简单了，太简单了。而且我甚至用讲话的声音都很像凤姐。各位朋友。我是凤飞飞，感谢您，谢谢。好像哦。对啊，有些。而且你那个帅度有做出来。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些感慨。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等待。告诉自己要忍耐，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
歌声教会你我的爱。好划算啊，好感谢您，太划算了。我已经不好意思再请他再拿一张，你知道吗？好意思啊、哦？好，没关系啊。今天拿1350，好意思啊、哦！好赞，好赞，好赞哦，好赞！谢谢秀心姐，谢你们该不会尾牙秀要请我，然后给我1350吧？哎、欸，不可能啊，我们不会是这样子的啦。那我那天会没空哦，因为那个歌词的问题，一样用心良苦，张好好好唱张宇好。啊叶爱玲呢？唱张宇的国歌的歌，好好 好, 好，这样好不好？可以，好来，可以，好来，一样嘛，你的脸，一样，你的脸，大家脚要夹，要夹，没有，认真，好，认真，那你那个借我，来这个、哦，这一张借，好，一张借，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不愿看到你歌词如此沉浸。因为叶姐有时候忘记歌词，她都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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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定要落脚轻灭了，哒哒哒，就像要不要春已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哒哒哒，我的梦，哒啦啦啦，哒啦啦啦啦。来来来，好了，谢谢秀清姐啦！哎呦，真的是太赚了啦！哎呦，等下的1350，我还要强调一下，我今天经纪人带我来，然后在车上，他被送到贼船。姐，我跟你说，你今天要做很多事情，然后说哇，是哦，那一定很多钱哦。他说没有，只有1350。我说哈，1350。没关系啊，我可以请你去吃饭。1350只能吃卤肉饭。没有，因为我们今天算是逮到秀心姐。哎、欸，对啊，都把我榨干了、欸对啊，然后给我1350，好意思哦、喔？我们当然很不好意思啊，所以我们将来会回馈更多给秀心姐。今天来是来交朋友的，好感动哦！这样你也相信啊？我相信。好了，我来的目的就是要打歌啦。是啦，是啦，除了这个新专辑《我是女王》嘛，然后还有这个跟吴俊宏的《肯定初恋》，肯定初恋，这都是很。那真的是我的故事，是，因为以前我暗恋一个学长，国中的时候，然后呢，他我常常都会在那个公用电话，然后投那个小时候不是投那个1块钱，那个是什么啊？那个另外一个 gay 啊，在夜里的小雨都会唱，然后就那边投币，然后就是因为都要去干妈店那边打这样子，旁边才有电话、啊，对，然后我就打给隔壁村的这个学长，然后他打去的时候的，就是里长他们家，因为只有里长他们家有电话，有电话，对，然后他就广播。啊、比如说王国站你的电话哦吼进来听啊呢，然后呢就是他接电话，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欸、学长，你安怎我家今天我家的鸡啊吼生8粒卵呢，啊还有红色的，啊我家的狗啊吼生，讲这么琐碎的事情，对，就是不能给，就是害羞啊！哦，不能讲一些甜言蜜语，因为是你长家。就是暗恋他，只要听到他的声音就会很兴奋、哦。我懂。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常常打，然后有一天打过去，然后那个里长再也受不了，他说：“你已经第8个卡来，哈、啊，前面还有7个，我的妈呀！”我后来就再也没有打给他。是是瓦恩达哦，就是其实跟你有点神似啊、哦、就我也算在你的菜里面。那你今天也不枉此行吗？我们干嘛？对，大概，但是他个子还蛮高的、哦、反正我只要看到高个的男生我就会有心动，有很心动的感觉、那林俊宇也算高个啊，
除了他，不会啦，他也是，我也喜欢他的那种，他那个样子，文质彬彬的，又会唱歌，对对对，又很清，而且又很有内涵，他是，哎对，也可以跟你搭上那个啊，你的笑话听得懂，也可以三八，然后也可以很震惊，对，这样子。重点是大家还是可以在这个4月29号跟30号，30号可以看到国际会议中心，是歌之响宴7。青青歌声演唱会啊，这个除了有我们的秀清姐领军，还有林俊逸、沙雅、张惠春、郭宗佑跟严林安，在4月29号、30号，现在已经开始开卖票了嘛，对不对？对对对，大家可以赶快上去抢票喽。是的，好，到我们的年代售票系统。是是是是是，大家可以开始了，抢购中，抢购中。好，我们今天谢谢张秀清，秀清姐，谢谢我们的女王，谢谢秀清姐。我是辣妹来驾到，风动武林惊动万家，阿哥哥的舞步啊，唱甲挡袂牢，阮是超级网红，你咧要跳。今仔阮的技术三级跳，女王就是我的名号。咱的坚强路线已经要出头，落酷鬼的传奇。就是这款节奏，会跳吗？一起来，哦呼，手举高，抱大腿，哇哇哇，呜呼！我是女王，听到有狂，啥人武功比我较强？我是女王，你懂不懂？啥人姿势比我较猛？我是女王，男性披风，温柔飘飘如风中。我是女王，哦嘿嘿，爱你哟、哦，一起来，我是女王，我是女王，行路有风。对了，啥人武功比我较强？我是女王。我渴望，我是女王，男性披风，温柔飘飞如风中。我是女王，哦嘿嘿，爱你哟、哦，一起来。我是女王，叫我女王，叫我女王。是啦，是，你是女王。来，一起来，预备，来！我是女王，啊，你讲你是女王，我，你是女王，嘿 ，pose。再一次，好看。啊，我是不像女王你，都叫不出来。再一次，预备，起！我是女王，对，我是女王。不是D啦，D是你。